就在后面，就在后面 ，Go！我们现在到西提维里的房间，这个床怎么样啊？嗯，还不赖哦，干干净净的。哎、欸，你坐一下，你坐一下。哇、哦，舒服吗？是软的吧？嗯，软的，软的，露肚脐、露斗宅了啦，太舒服了。真的。对啊，然后你看它旁边就是有挂那个有衣架。对，哎、欸，这是什么？它这个是。空调 Hitachi 的耶，还不错哎。嗯嗯，然后这个前面这里还有这些是什么？哦，有砍灯。哦，控制灯的啦。小夜灯、床头灯哦。打开，哦，还不错哎。然后呢？哎，这个柜子里面是什么？柜子哦。看你想摆什么都可以哦，收纳柜，收纳柜还不错哎。哎，这个冰箱怎么样？嗯，打开看一看。哎，好好，是关起来，关起来。啊，这里哎。哦，这是有拖鞋，有拖鞋，反正就是应该有的都有配到了。有。再来电视，好大的电视哦。电视是。合脸的，爱用国产。哦，还可以，还可以。接下来呢？这些有什么？嗯，有茶包。哦，这是一般的茶包啦。嗯，好了，也没有太多了。有矿泉水，有不良的矿泉水。哇，再来就是厕所。哎，厕所怎么在床头旁边啊？有，它有门。哦，它有门是不是？哦。还可以啦，还可以。对对对，我想说，嗯，怎么打开就是马桶？好，哦、所以它的马桶这个是什么牌子的 ？Panasonic 的。哦，还不错哎。嗯，有免治马桶。哦，有免治马桶哦。嗯。哦，可以哦。对。那、啊、为什么还有这个？要冲屁屁吗？所以用免治马桶，还用这个冲屁屁？你可以试试哦。好，我今晚就来试试。然后还有该付的都有，然后这边还有这个。哦，就是它是让你有日照的感觉，所以如果你不喜欢太亮的话，还可以关起来。嗯，哎、欸，也还不错。所以它的设计都是给你白光的感觉，亮亮的。再就是它的梳妆台，有洗脸台，下面呢有盥洗用具，它这个没有抽屉啊。嗯，就是该有的都有。啊，这个嘞。这是干嘛？小抽屉，这个很这样干嘛？收纳的。哦，这个没有。然后这个，这是什么啊？是什么牌子啊？嗯，没有看过的牌子。哦，有啦，飞利浦。哦，飞利浦啊，拍起来，拍起来，拍起来。再来呢？再来是淋浴间。淋浴间。哎，里面这个是什么？淋浴间有附。两大瓶哦，柠檬马鞭草沐浴乳跟柠檬马鞭草洗发精，嗯，还不错哦。怎么还有一个？有一个门哎、欸，你我来打开，你打开好了。你好，你打开，我等你。我来打开哦。好，你快一点，不是说要去打开，为什么不去？人嘞、欸？哇，这也太酷了吧！这怎么回事？这怎么回事？有一个小阳台呢。哎、欸，还不错哎、欸，还蛮酷的哎、欸，就是一个秘境。哇，就可以又进去我们的房间。哎、欸，还不错，它这样设计还不错哦。这样很通风哦。对啊，好，今晚我们住了之后再来分享心得。先这样啦、啊。